者桑世贤台北报道，暑假向来是主题乐园热门时段，各主题乐园也推出各式活动让游客暑假畅玩。远雄海洋公园将于7月1日起推出奇幻冒险海的童乐会暑假系列活动，陪同大人小孩欢度暑假。远雄海洋公园推出的奇幻冒险海的童乐会系列活动丰富，有 cosplay 海的小英雄套装优惠，专门为大小男孩设计的加勒比海海盗亲子主题餐，期间限定的海盗水花派对活动等。园区去年推出的街头玩水海盗水花派对广受游客喜爱，今年海盗水花派对新加入海盗出迷零距离互动水花乱斗秀，水量也较往年增加 300%， 游客可在炎炎夏日酷凉畅玩。园区今夏还推出新活动黑胡子最后的宝藏，以海盗团埋藏抢来的宝藏情节，爸妈可与小朋友一起解开园区中一道道暗藏谜底的关键，在解谜挑战同时，爸妈与小朋友也可共同创造趣味旅游回忆。另外园区在暑假还推出海盗小英雄COSPLAY 优惠活动，小朋友们可装扮成可爱的海盗，园内还有富海洋教育趣味的 APP 互动游戏，但小朋友们透过游戏互动对生态保育知识有更多了解。此外还有有专人水族导览，爸妈与小朋友可以窥工作人员如何喂食公鱼鲨鱼等。远雄悦来大饭店也推出暑期住房专案奇幻冒险海的同乐会，专案内容包含双人2天1夜精致山景客房住宿一晚，英伦自助早餐，远雄海洋公园门票或英伦自助晚餐2选1，另外还加买1名儿童免费，未满12岁再送200元商品购物金，儿童还可获得奇幻冒险海盗同乐会活动卡1张，可参加奇幻冒险特训营。海盗了水花派对活动让游客在炎炎夏日酷凉畅玩，远雄海洋公园提供主题乐园是暑假亲子游热门去处，园区各项游乐设施让大人小孩欢乐畅玩。远雄海洋公园提供园区今夏推出新活动黑胡子最后的宝藏，爸妈与小朋友解谜挑战同时还可共同创造趣味旅游回忆。远雄海洋公园提供